本宫乃镇宫皇后，太子嫡母，陛下为何不见？娘娘恕罪，裴相有令，他来之前，任何人不得踏入汉秋宫半步。真对，无论华境有任何变动，皆不得擅离职守。坤队，即刻解任何人不得再出入进宫。违令者，斩。王队，随我去汉秋宫。 陪相，皇后娘娘带这些大臣，深夜来到汉秋宫，是要逼宫吗？陪相，陛下已等候多时，请。都散了吧。 立即传信给二公子，让他随时做好准备。是。 这是刚熬出来的吊梨汤，先喝一点，润润嗓子。好，你来了，陛下。 为太子李欣，由道皇子李平继承大统。微臣在来时路上，便已经备好。夏朝自立国以来，权柄便掌握在世家手中。我李家虽是皇室。 不过是世家的傀儡，人之将死才发现，可得长姐、长公主李荣才是最大的世家。朕死后，若长公主谋反，你这个貌合神离的驸马，代表天下寒门之士的陪相。 该当如何呀？天下皆公，只要裴母在一日，寒门就不会没落。楚君之事如何了？裴丞相不肯松口，执意要应陛下之意，立大皇子李平为主。裴文轩要立李平，我们世家是他们最大的障碍。 所以要在他动手之前，在裴文轩动手之前，林三放心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了。那就好。我若是死了，裴文轩便一手遮天。你若死了，他也活不了。我会杀了他。 为你陪葬。
我知道，我们容色如玉的苏公子，今夜有生气的时候。我还有很多生气的时候呢，比如，殿下，还想求见。殿下若是不想见，我去把他打发了便是。毕竟夫妻一场，况且至今都还未合理。 还是见一面吧，说不定就是最后一面。下去吧，让他出去。 容琴，你去帮我弄杯茶好吗？那你注意好身体啊！我保证，不动怒。 有事儿？我今日前来，是同你商量立储一事的。昔日乃真宫上官衙嫡出，问梁公权当之无愧，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三殿下李信性子骄纵，本就不适合储君之位。其母上官氏太盛，倘若日后你我出了事， 他怎么也戴上了香呢？外戚怕是压不住。你把话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为的是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就一定要让李信登基是吗？幸儿乃正宫嫡出，难不成还要让给一个嫔妃之子登基不成？你还在记恨真真？你能不能叫一声秦贵妃了？ 真真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，你别忘了，你心里的秦真真，她是我弟弟当今圣上李川已过世的妃子，她的孩子李平，做不了储君。你还能同我说这么多？看来你的身子骨，也没传闻中那么羸弱了。 你不同意便就罢了，日后各有各的手段，但莫怪我没提醒过你。我倒是想知道，你说的手段是怎样的手段？你想怎样那就怎样。你还能杀了我不成？你以为我不敢吗？裴文轩，你当真要为了一己之私？ 怎么又把自己气成这样？去给殿下拿药。是是。他来找你并没什么好事，你正病着，又见他做什么？我没事。
御医，快叫御医！是湘美人之毒。那人如何？安妥了。我和他纠缠了20年，谁曾想，竟会如此收场？你跟他之间都过去了，是我们所有人。都配不上殿下。我这辈子最大的愿就是从我。如果等他梦一场，一去
这是在哪儿？久违了，这温暖的阳光。公主，你醒了。青兰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她居然没死。青兰，你不是。难道是我们相遇在地府了？啊！哎呦，公主，疼！你真是活物，你居然没死！公主，这好端端的，你怎么还咒我呢？不知从前是场梦，还是现在是场梦。总之你还活着，真是太好了。公主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现在已是巳时，陛下刚下朝，主任来吩咐，说是宣公主您盗用午膳。奴婢刚想着来换公主，没想到你就醒了。你刚说陛下下朝？嗯。太好了，宫里来信说，他没多少日子了。对了。裴文轩那狗东西怎么样？死了吗？裴什么轩又是谁啊？这个人他跟你有仇啊？奇效，哎，公主，这不是长公主府，是我出嫁前所住的长乐宫。身体好轻。现下到底是何年岁？现下是永宁二十四年啊。永宁二十四年，这一年我十八岁，我还没有成亲，而你和父皇
都还没有死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莫非老天爷都觉得过去的我活得太过憋屈？你不过跟你母后一样，想利用上官家族来控制皇室。有一日若我登基，你也会像世家逼父皇一样逼我吗？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青梅竹马。不知道荣清现在怎么样？裴文轩这个狗东西，当初瞎眼选了你，不料竟招了杀身之祸。这一次，你给我等着。殿下，我们该出发了，可不能让陛下等着了。你可知，父皇宣我用膳，所为何事？陛下要跟您选驸马喽。竟又看上这鸿门宴，好巧不巧，竟是回到了这一天。上苍既然重新给了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绝不能再重蹈覆辙了。裴文轩，最好没有你。更衣。公主殿下，咱们因为什么在一起，继承了夫妻，我还是想同你好好过一辈子的。臣不胜荣幸，定当结草衔花以报。既如此，那日后相处第一件事情便是坦诚。当初说的再好，也不过跟着宫里的人一样，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权势与利益。十余年未见父皇，原来我在十八岁时，他便已经这么老了。父皇，若一切重来，我们可否只是寻常百姓家的妇女？你站在门口做什么？儿臣给父皇请安。免了，过来同朕一起用膳吧。父皇，这是儿臣给您带的长乐宫您最爱吃的栗子糕，您尝尝。福公公，这与礼不合。闭嘴！这可是殿下带来的点心。啊！殿下恕罪，新来的不懂规矩。快去。
好吃，我想尝尝。好，我想尝尝。嗯，龙儿有心了。父皇今日怎么有兴致叫儿臣过来用膳呀？不来。来人，殿下请看。第一位，宁国侯卢廷威之子，御赐世袭公侯世子卢宇。第二位，护国征西大元帅杨业次子，御赐一等少将军杨权。第三位，新晋才子崔玉郎，竟跟此前一模一样。第四位，前礼部侍郎裴礼之之子，永宁22年推举首选裴文轩。该来的还是来了，终究躲不掉。父皇，啊，今日朝中都在说你的婚事，朕想着你也到了出嫁的年纪，便叫你过来看看，这四位公子有没有合心意的？怎么，一个中意的都没有？这可是朕精心为你挑选的，你随便选一个有眼缘的，其他的事情朕会帮你安排妥当。一切如旧，我不过是父皇平衡世家的一颗棋子。儿臣倒不是觉得没有中意的，儿臣就是觉得他们长得都好看，儿臣都想要。胡闹！都退下。殿下告退。若真如你所说，那日后那些大臣们的折子都能把朕给埋了。父皇，儿臣就是开个玩笑嘛。那您说成婚最重要的是不是人品，不是长相啊？那儿臣光看肯定看不出来什么。不如这样吧，您让儿臣装扮成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，把这些人叫出来见一见，聊一聊，提前培养一下感情。最好啊，是能带儿臣出宫游玩一下。儿臣听说玲珑阁的烤鸭最好吃，护国寺的桃花。好了好了，你到底是要去见夫婿啊，还是想出宫去玩啊？父皇，父皇，您就答应儿臣吧，父皇。父皇，父皇，而且马上要办春宴了吗？那就借着办春宴见一见喽。把这四位公子都请过来，你跟他们见见面，说说话。怎么，你还有什么顾虑吗？儿臣觉得如果单叫他们四个人未免太过明显了，不如再多叫些世家子弟过来。这人好不好都是相比较出来的嘛，那么多公子站在一起，谁好谁坏儿臣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父皇以为呢？他是个主意。哼，就你鬼主意多。多谢父皇。你的脸怎会如此年轻？我这脸还年轻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是不是被秦小姐退婚这事气到了？啊，可不能往心里去啊，这是她退婚，是她的损失。你等等，今日是何年月？永宁24年3月初1啊。公子，记住今天。今天可是个天大的好日子。什么好日子？
我长话短说啊。哼，最近咱不是诸事不顺吗？啊，秦小姐退婚咱不说，佟大娘天天堵着门催债啊。二叔啊，把着咱家银子，他就一个。这不是我最穷的时候吗？还好日子。你说，如果行了，你不是说长话短说吗？哦，好，好，我得想办法帮您转运呢、啊。我就去给祖上上了香。说重点。重点来了啊！我刚许了愿，给您求个好姻缘，这老爷就显灵了。您知道吗？啊，平院公主让她的侍女给您送来了春宴的请帖，要您去参加呢。平月公主，啊，李荣啊，他们能指挥公主冥婚啊？他们听我传出去是要杀头的。哎呀，人家在书房等咱半天了，那，咱这么想啊，这秦家退婚也有原因呢。你说自从老爷子去世以后，二叔就压着你，要钱钱不给，要权权不给。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些事儿啊，估计就是那些坏胚子给使的坏。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这事儿从今往后不许再提了。好，但你不许伤心了啊。是报应吗？我又回到了最穷困潦倒的时候。秦家小姐退婚，不久之后便是平月公主纳婿。裴公子，这是平月公主让我交给你的春宴请柬。她收到请帖的时候，有没有很惊喜，很意外？啊？她有没有吃惊地问你？啊？哎呀，我这只是一个八品小官，平月公主怎么会送我请帖呢？她是不是高兴疯了？当时的情形是……静兰姑娘，我就是想再确认一下，您这个请柬是要给我们家公子的吧？啊，我们家公子刚刚晋升八品，请柬没送错，定是公主殿下送给我的。裴某不才，好在皮相尚可。皮相尚可？嗯，好一个皮相尚可！那我就让你红颜薄命。这是一个从头再来的吗？一切又重新开始了。谁遥望天色，谁遥望天色，一夜寒风银河而歌，风吹过山坡，风吹进水波，悄悄明月映过客。说